风潮音乐为生活点播，我是今天陪伴你的 DJ Fan 方怡。Hello， 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我是一个创作歌手，最近发行了 Tell Us 陶乐士这张新专辑。这张专辑里收录了10首歌曲，分别描述了人们在面临不同课题的心理状态，并且将生活里发生的各种大小事交织产生的光明、黑暗、悲伤、快乐、良善、邪恶等等，都化成灌溉我们成长的养分。经过2年的制作时间，完成了 Tell Us 陶乐士这张专辑，希望可以借此鼓励大家坦然面对生命中不同的情绪和面向，不再害怕成为与多数人对立的那个人，好好安放自己的心。陶乐士的实体专辑很特别的是，我们以陶子礼盒为概念，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养分。也非常开心这张专辑的实体专辑入围了这届葛莱美奖的唱片包装设计奖项，有机会的话请大家一定要去收藏一下哦。接下来要介绍给大家专辑里的这首歌曲叫做单，也就是一个人的意思。在这个每个人都找得到你的时代，你是不是常常也会有想要逃离人群的念头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找时间关掉手机，好好享受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呼吸沉淀一下吧。今天。
接下来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首歌叫做 Goodnight Goodbye。 我想每个人都有被黑暗包围或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像忧郁和焦虑这样的情绪常常令人找不到出口。深深的希望这首歌可以在你脆弱的时候带来一点点安慰。坚强不是必须的，只是要记得留下一点点力气，因为我们还有没说的早安，请记得用力的醒来。大家上网追踪蜂巢音乐和 FANN FAN 方怡，聆听我的音乐，希望你可以从我的音乐里得到一点点力量哦。 People ask, I feel bored, what's the point being born? People ask, it's too hard, why can't I move forward? It's alright